的 shoes。 那选第二个儿子你会选谁？给我妈妈再选第二个儿子。为啥会有这种事？第二个儿子不会是谁呢？谁是那个幸运的操心儿？等一下，还有很多啊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妈妈养我挺辛苦的，再养第二个有点吃力了。我觉得妈妈眼中的好儿子是来自星宇娱乐的训练生于景天。如果我是一个母亲的话，我会很喜欢于景天这个孩子，他一直会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，目标很明确。这句话我觉得如果是妈妈的话，就觉得有这个孩子非常好。大家都看到过我上网课，所以就觉得哎，这孩子就是在这儿也在练习，然后也在学习，就可能觉得是妈妈的好好大儿。我成为了你的哥哥或者弟弟的话，我会让我们的妈妈越来越开心吧，让她每天都有好吃的，因为我会做很多饭。我今天要做的这道 spaghetti carbonara 是一道很简单的意面，但要将它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却不简单哦。这是来自 Tony 的品质追求。将煮熟的意面与配菜进行翻炒，将柠檬皮削成屑撒在意面上，这是这碗意面的秘密武器，波士意面完成喽。我 pick 的妈妈最爱的训练生就是来自艺华娱乐的唐九洲。妈妈都想那种成绩好的孩子，然后唐九洲又是那种成绩又好情商又高的人。对，就这张脸就写着妈妈喜欢。像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在画一个盒子，然后他把我的粉丝的那个 logo 给画上去了。他这次在 one take 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努力训练。其实今天跟他录视频的时候都发现在旁边我显得很大一块，他都已经瘦了好多了。你现在就是大家妈妈心目中 好儿子前两名是吗？前两名的意思是第二名吧？要不不会说前两名，要不直接会说第一名，你知道吧？被我捕捉到。一周，罗一周，盘正调顺，根正苗红。他给人的那种气质就是一身正气，就是妈妈们最想要的那种儿子吧。罗一周，赛出水平，赛出风采，冲啊！给人感觉就是他会见义勇为，你懂吗？就是都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就是会在民生新闻当中看到他。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戳妈妈，因为我妈很爱看民生新闻，每次看到就是哪个小伙子跳下河救了哪个小孩子，她会说你学学人家，我妈就会这样的教导我。但我觉得罗一周他就是那个会跳下救人的人。一周其实就是他的站在我的面前，然后用他那个招牌式笑容，然后给我一打招呼，就真的特别要带着我去入伍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最近前段时间空军招飞啊，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积极踊跃报名参加，空军真的贼帅。我们是上下铺，他是上铺我是下铺，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就是规规整整的，比如说我们做清洁他是会把表写出来的。今天这个被子条件有限啊，给你们叠个馒头被，方块被是叠不了。三格一袋，标准的东北馒头被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罗一周的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满满当当的。我打演示一下啊，现在时候也不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也师傅了，对，还有许硕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哎。妈妈们不要太担心好大儿们在厂里的学习工作和生活，他们现在也慢慢长大了，也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多喝热水，少吃有大盐大的食物。我们会照顾好自己，然后你们就放心好了。 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